医生，请按手术怎么样？手术很成功，接下来的15天要密切观察。谢谢王医生。不客气，我不是王医生，我是顾医生。顾医生，您是顾炎医生？嗯，病人马上就醒了，只要度过15天的观察期，就应该没问题了。接下来你们按照规定的时间探视就好了。 啊，不好意思，医生，辛苦你了，顾医生。之前一直都没联系上您，还以为您不会来了。那我能问你一件事吗？啊，我外甥女圆圆是不太好管的。啊，还行，还行。那你们两个目前是什么关系啊？那丫头说你是她的领导，算是吧。 小伙子不错，那个丫头可从来没为了谁来找过我，这次亲自出马不说，为了你千叮咛万嘱咐啊，就跟催命一样。Hello. Sorry, sir. This lady, Miss Shaw, looking for you. Need answered. Okay. 舅舅，你怎么一直关机啊？你太厉害了，把手机关机你都能找着我。我好不容易睡个懒觉，你怎么的？又闯祸了？怎么会呢？就是想找你帮个小忙。赶紧说，什么事？ 我领导的朋友生病了，在你们医院想找你帮忙做个手术。领导是哪个领导啊？你连你爷爷都不怕，你还怕领导？他就管得住我？哎呀，人命关天，你赶紧说，你救不救？行，这样啊，等我休完假，我安排人给你领导的朋友做手术。 那就晚了，他现在情况严重，今天下午就要手术。我给你订了11点回来的头等舱，头等舱。 哎呀，我这大小姐啊，现在是8点，我来才第一天。收拾一下来得及啊？我来第一天。人命重要还是休假重要？你知道医生有多累吗？这是我5年来第一次休假，5年来第一次，好不容易睡个懒觉。你是不是忘了当年你入学的时候，医学生誓言是怎么说的？啥意思？ 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，谨庄严进士。我志愿献身医学，热爱祖国，忠于人民，恪守医德，尊师守信，刻苦钻研，孜孜不倦，精益求精，全面发展。我决心竭尽全力出人类之病痛，助健康之完美，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，救死扶伤。 坚持，执着追求，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。打住！打住！打住！啊！现在是救人重要还是护驾重要？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啰嗦，哎呀，真服他了。辛苦了，医生。 喂，怎么样？顺利吗？手术很顺利。顺利就好。辛苦你了。我刚接到医院的通知，朋友的病情很严重，我可能会在上海多待几天。技术组的事儿。 暂时就辛苦你一个人了。你好。
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. 舅舅，舅舅，你忙完了，给我回一下消息呗。某一个时间继续。舅舅在家吗？一次约定。等待某一个感应。忐忑的猜测结局是不是你。小王，我舅舅今天晚上值班吗？没事，那我再找找吧。舅舅，我已经找你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连个影儿都没有啊？你到时候回我一下呀。我试着呼吸安逸，你的气息试着让心情。轻轻松松，啥意思啊？就是今天之前一直都联系不上他，打电话他都关机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那会儿我还挺担心的，会不会耽误你朋友手术？不过现在成功顺利就好。谢谢。搞这么客气干什么？都说了不白帮忙的。你那边怎么样了？哇，你还不相信？收拾这帮土袋，轻轻松松。已经开动了？箭在弦上了。